咪咕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杨乃文。你想要说什么？说清楚一点。会不是上啊？应该是不该讲的话。哈哈哈。应该要去做一件我害怕的事情。超值的。他们什么都没有问的时候，都说我不适合，我不适合。所以他们其实没有真正问过。今年除夕前。大小年夜的时候，公司打电话给我说：“哎，我跟你讲哦，我说完了，因为通常我们公司的老大会打电话给我的时候，都是一些可能平常我不想要去做的事情。”他说：“好，杨乃文，你没有太多时间跟想，就是你今天晚上好好想一想，那明天中午之前跟我讲。”当时也在喝酒嘛，然后我也跟内地的朋友就说：“哎，你觉得我该上吗？”他第一时间说：“上啊，不该讲的话。”然后我就。很认真的想一下，我就觉得好像时间到了，应该要去做一件我害怕的事。心境上面有没有什么转变？一点点，我觉得我还是挺害怕的。其实我不是特别喜欢近距离的一些东西，但是哈，综艺感很好。我有听说，但是，我觉得现在就是看有哪一种邀请，然后再去做决定吧，并不是说直接的说我会不会再去做一些，上一些综艺节目，反而是可能有受邀的话，再去评估一下适不适合。对，因为我是一个很害羞的人，我真的。你们无法了解，就是那么近距离的面对一堆人的时候，我的感受，对啊，我的心跳是听得见的。其实跟你也算见证了台湾的黄金时代，这样，然后跟你我没有，我错过了，不然专辑应该会卖得更好。然后跟你同期出道像顺子啊，像陈绮贞啊，对啊，你都在讲卖得比我好的人啊，来继续说，你想要说什么，说清楚一点。那没有没有，他们也是朋友，因为我跟顺子很好。其实有些人他们最后就会转换跑道的，然后今年还在一直在唱。就乃文对这一点有没有什么想法？我曾经很认真的想过这件事情，就是如果不唱歌的话，我干什么？然后我想不到太多，所以现在还在唱歌。我真的想过两件事情我会去做的，就是卖花跟卖书，所以就是当一个图书馆的员工。或者是学习一些花艺，然后对啊。那其实乃文这么多歌里面，有没有一首觉得，其实自己没有想过会这么？不用，没有，你对你不用问完，因为只要有任何人说有没有一首就没有，没有，对，很多首。乃文的这张专辑，我因为有看到你的社交网络上面也在 po 照片嘛，然后正在录音阶段，对不对？对。对，然后这张专辑的话，有没有一个预定的发行时间？预定是九月的某一天，但是我自己都有点怀疑。对，因为剩下一首歌还没有录，但是一首而已。对。现在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，就是歌迷有准备一些问题，然后你自己可以翻牌。宝贝是不是很喜欢逛超市？因为你说上次金曲奖入围时，你正在超市买东西。逛超市也不是逛不逛，因为我觉得这是人生需要，就是人需要的东西。我需要去买食物，我每天要吃东西，对，所以逛。比起买衣服，真的是比较爱逛，因为我不喜欢一直换衣服啊、买衣服那种。而且我觉得我的工作，我这么常在换衣服、买衣服、试衣服，不需要再添加这样的东西。而且我喜欢吃东西，所以对逛超市还蛮喜欢的。两位新专辑之后的巡演计划怎么样了？考虑来东北吗？东北好吃的很多啊，哈哈哈。我有巡演计划吗？专辑后哎，我不知道。我觉得现在就是，还在，对。我没有去过东北，其实我想去。东北有人邀请，如果送给你一件汉服，你会不会喜欢？或穿一下。但不是哦，我应该会非常乐意的穿它。你们觉得吃过最好吃的饭菜是什么？
样，就像刚刚你说的，一道没有这回事情，很多道，因为我非常爱吃东西。我最近终于第一次做了那个乌鱼子意大利面，超好吃的。还有我之前炖的那个蔬菜 ，OK， 很好吃。然后我跟你讲，你那些吃肉不喜欢吃蔬菜的人，我跟你讲，我也很爱吃肉，可是那一道很好吃。我没有很胖是有原因的。OK